各位同学，我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即卖开始来上课哈，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啊，真恭喜恁哈，会当来遮上课了哈。因为这个在这个最后的关键的时刻哈，恁怎样通来上课？即卖那较贵，要搁上课，那事情来搞哈，我们就要视情况而定，再来办那个讲习了哈。啊、所以这个最后时刻，恁付会到啊，甲恁恭喜啦吼！啊，我今日要跟各位讲的，是爱予咱知影目前台湾的国际现实，吼、哦，目前台湾的国际现实是甚物款的啦吼、哦？足侪人讲台湾是甚物，台湾是甚物吼？啊，要予各位，遮初级班无上的人举手，看麦，初级班也未上。唔要紧，先各位班我来说吼。迄、那个，我今日要讲目前台湾的国际现实以外，我还会将我们的法理，我们所有的法理，甲咱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互咱拄到外口的人，啊，袂当咱讲三五分钟，啊，就上海啦，唔知影要讲啥，头发拢大家拢会安尼啦吼。啊，我甲做大家做一个。法律的总整理，啊，予咱伫脑海内底，拢知影正确的法律。那法律唔对去吼，啊，剩的逐项拢无效啦，吼、哦，法律唔对，逐项拢无效。所以，我是一个医生啦，吼，外科医生，啊，退休啦，退休过来当啦，啊，算是退休了，我在享受我的天年啦，吼、哦，哦，安足好足好，退休了，我做医生做四十几冬啦，吼、哦。啊，即卖安尼退休，我以为是说，哦、我可以享真正享福啦吼、哦。啊，我就去买一只游艇吼、哦。啊，我袂晓钓鱼，可是我拢去飙船吼、哦。我一礼拜出海飙船两摆，安尼过着非常狭义的退休生活啦。啊，到有一天有一个美国朋友寄一个 mail 来好啊，讲，庄院长，你绝对爱看这個。啊，我也看看咧，拄好伫美国开始咧讲这个台湾民政府诶理论。我看一个人，我拢九点睡的人啦吼，我九点钟就睡觉，早上四点起来嘛吼。啊，这种生活啊，一礼拜去开船开两摆，啊，游泳开一休两摆，一摆一千公尺，安尼啊，过着这种安尼非常惬意的生活。啊，我去引一个头路，引一个啥头路，在阮两个细汉时啊，国小诶去上课，啊，可是他们两个。吃我道道，哦，那听啦吼，哎，啊就是阿公，我要骑马，哎，就乖乖啊，他屁嘞，啊这是阿公欢喜感官的啦吼，哎，迄就无话讲，欢喜感官都爱遐啦吼，啊，接到迄个料吼，我讲哎，敢有影这个代志，我人他载入去差不多三礼拜，将所有何瑞元、林志升，哦，啊陈仲模，因的做。我拢三礼拜，一直无眠无日，也无去开船，也无去修，也无去啥，无眠无日，人载落去啊，甲研究遐法律，研究就讲，真正，我这本来我唔是玩，我进东玩，可是台南市人来选举吼，一定拢如我做头前啊，迄个陈水扁啦来啦，啥物啥啦，拢如我做头前，啊无去徛台演讲，啥物啥，哦，我拢毋是因的人，我毋是民进党，也毋是民进党的啥，我拢无加入吼，啊，所以我想讲啊，我得从此以后，我得要退休啦，得要过这吼、哦、非常狭义的美好的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去到这了吼，我感觉讲我无投入袂使哩，所以才开始发烧。迄发烧就是潘良华先生有讲无？讲伊咧发烧吼，我也对伊咧发烧啦。啊，人载入去遮，吼、哦，真正我较早吼，迄、那个带团去瑞士，我带六七档来去瑞士做啥 ？WHO 咧开会，叫做 WHA 咧开会，我拢带团遮百几个，美国个百几个，欧洲个百几个，三四百个，底下去联合国总部咧抗议抗议啥？我们台湾要加入 WHO， 哦，我带队，到尾一个知影了吼，我。以后读读来，我甲咱秘书长讲啊，拢厉害啦！你也无要较早从这个讲个，台湾不是国家嘛？啊，根本都袂当加入安尼。啊，甚至嘛，还阁有去联合国咧加入，讲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哎、欸，你若知影迄理论，较会当加入啦。哦、啊，根本不可能，我们加入 WHO 根本不可能的事啊！我还是我了，特登都去瑞士日内瓦安尼好、哦，去六七当带队。啊，为着要带队，啊边还阁用一个总统迄、那个顾问号啊，吼、哦，啊带队。结果吼，即摆小看看咧，读这个理论读落，才知影讲啊，迄种假的啦，吼假的，诶，啊，所以我人啊在发热啊伫遮啦，吼，所以我头啊初级班、高级班无，啊到尾我即摆拢高级班，啊含因咧点招啦，是毋是？啊，恁若了吼，恁高级班、初级班了，若要点招吼，赶紧来加入点招，因为有点招吼，啊了。恁可以当正式，有虽然吼，初级班、高级班了吼，啊，会当做迄个永久的公务人员，有甲恁讲无？可是你要接受点招，啊，之前训练，什么之前训练？你等下我来讲，你要派去倒位，你派去倒位，你爱之前训练，你唔可以当去做官。哎、欸，这种政务官呢，哎，足大呢。啊，你若唔捌半项是要哪做？去做了两日啦，都叫变皮个转来了吼，一定是安尼个，所以爱咱各国爱之前训练吼，所以我安尼我嘛都爱接受之前训练，虽然我拢咧教吼之前训练，但是我嘛都爱做之前训练。恁知影有爱过五关无？哦，那过五关吼，迄类吼，迄张类吼，一世人食一世人啦，终身的迄个亚邦出来政务官哦吼，啊、所以我甲恁开始，我就甲恁恭喜讲，哎、欸，恁知影通来这个最后这个时刻，事情会得要搞啊，哈。哦，我要甲恁讲这个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了，哈、哦。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你要讲这以前，我先这是啥 ？TCG T 是台湾 ，C 西某西某。G 是 government， 台湾希望 government 哈、哦，是台湾民政府。啊，恁诶，捌伫迄个，捌伫恁各州的政府去参加，也去我看嘛，去参加会各州政府。哦，拢足少人去哦。哦，州政府恁拢也未去啦哈、哦，有啊，刚几个也有去呢。啊，恁来遮，昨天晚上要开会，啊，爱唱几条歌？第一条是什么？出来几句，迄条是临时国歌，吼、哦，临时啊，是安那较要用？对，咱无进无国歌嘛，我一直咧征求讲足侪人啊，紧来用咧，阮通来敬这个咱的国歌，啊要吼、哦、啊，第二条是唱啥？无好啊，日本，因为这个土地是啥个？唔是日本的啦，哦，迄差足侪咧，日本的跟日本天皇的是。差足侪哦，哈！日本天皇的哦，这甲你做就天皇的哈、哦。啊，第三地，美国国歌哦，美国国歌是安那唱美国国歌？美国来，啊是以他根据什么来占领的？国际法对几条国际法？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有27条，它的第23条，你理解？你怎样吼？我要让你等下，我来学。咩？旧金山和平条约27条内底吼，恁爱记3条，就是第2B、第二4B、第3 23。二十三底下，美国是 Chief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要占领全国哦。诶，国际法内底，旧金山合约是写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对台湾来讲，这三条跟咱有关系啦哈。所以，等下我下个一直讲去了哈。二十三，的二 V， 四 V， 二 V 四 V 跟二十三，即四 V 二十三，诶。你二十七条，你哦，哎，真的拢唔免管你啦，哎，唔免管你，有管的台湾呢，多这三条呢，哦，来，我即卖咧开始对头啊咧讲这个出埃及记，这个 The Exodus 吼 ，Exodus song 出埃及记，因为这条，咱啊，逐摆咧唱啊，唔知影，伊拢唱英语的嘛吼，啊，我是用伊做翻译，做条文吼，咱较知影讲。This land is mine， 这是我的土地。上帝给我这块土地，给我了这勇敢古老的土地。当朝阳照射在丘陵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每一个国的国歌吼，各国的国歌哦，拢注意，拢有一个这个 freely， 这个重要紧的国歌一定要有自由。你我等下用过来这国歌给恁看。哦，日本、英国以外啦，日本、跟英国拢咧歌颂，吾皇万岁，迄万万岁，迄吼、哦，日本跟英国，啊，若剩咧澳洲啦、美国啦，倒位德国吼、哦，你啊看伊国歌的内容，一定，那当然啦，美国国歌出来，伊嘛有是即、這个。好来，请看我的手，带领我行遍即个土地，带领我行遍即个可爱的土地。我虽然是平凡人，但是我要伫你的身躯边带。你留伫我身躯带我影，我知影，我会更加坚强，将这个土地变成家园。若真讲咱，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块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哈、哦，这是我的土地。这个是迄个，咱用这条出来个旗，做咱的临时国歌，哈、哦，哎，啊。我一直咧，那来上课的人，我拢去广州讲，恁有好朋友，恁有好朋友会晓音乐的，即卖就开始爱拜托因，着手来做歌，做个咱的国歌，哦，啊，通寄来给我，啊是都寄来民政府家，啊，阮的到时也来评定讲，哎、欸，对是条做咱，啊，要做国歌吼，都内容就一定爱，我即卖咧讲的，就是一定爱自由嘛，啊个对。啊，短短啊，唔通好哦，唱到迄个五分钟、十分钟迄个，啊，要死迄个，啊，啥物注意，是毋是安尼要死的，迄拢无效，哎，吼、哦，啊，勇敢的，现在精神会来的那一种吼、哦，我们会选那一种的，唔是讲迄一定好，但是要做国歌，都爱这款型的，吼、哦，好来，这是第一条，吼、哦，做咱的临时国歌，啊，第二条，日本国歌，很简单。三十二个字，这是咧歌颂，迄、那个天皇哦，叫迄个现在八千代世袭成员陈台生第四代八千代，就是讲吾皇万岁的吾皇万岁的意思了哈、哦。日本话啊三十二字了哈。听咪个要话哈，这条歌吼，从1914年日本国成立的这条歌的时，啊到二次大战结束以后，1945年，去了麦克阿瑟个，哎，这条袂使唱呢。也个咧，吾皇万岁！啊，所以叫禁改，当时叫禁改呢。到1945吼，拄啊迄个战争煞嘛吼，叫禁改。日本无国歌哦，1945到即卖无国歌，到当时呢，19998月9号国会通过，啊到8月13日才开始个唱，1999到今仔日，歌他个开始唱，他个日本他个开始恢复他的国歌，哦。所以是1999，我叫当几当呢？45，他叫算44当嘛，吼，哎哎，都叫马加萨个禁44当，啊，到1999，到今仔日开始搁用这条起名个药啊，这个吼，这个作为国歌吼，32字，这个32个字哈，不是全世界上最短的国歌了哈，也够比伊较短呢。哦，唔是日本国家，虽然七十句啊唱了，有个比较短的国家，恁知影对无？我有写伫遐，乌干达吼，25秒就唱完了，啊，迄个歌足好听嘞，伊一个艺术家做，足好听。啊，这个乌干达吼，这个国家吼，足奇怪，
伊人就吼、哦，你来甲唱，我就足欢喜。伊毋是呢，你甲，我真来甲用出来甲播放互恁听吼，我还去甲纳迄个版权税。真正，所以我唔敢用出来。啊，你若转去恁兜吼，电脑啊甲送乌干达国歌，啊你甲用咧，啊真正足好听。啊，二十几秒就了啊，哦，二十几秒就了。你转去甲听看卖乌干达，你甲拍乌干达 U G A N D A 乌干达，啊甲写 National Song 国歌。啊出来，哦，一条歌足好听，有一个艺术家做的吼，等你甲听看卖。啊，咱单单到听免钱啦，哦，啊若公开场合，你就知影，就爱版权税啊，就爱甲纳税吼，哎、哦欸，所以您等于甲听看卖，这条歌袂歹听啦吼、哦。来，啊，即卖第三条唱啥？美国国歌，吼、哦，我甲翻咧水较袂，咱唱拢唱英语的嘛。啊，也唔知影头啊，大家咧，唔知影咧唱啥美国国歌，伊个意思我甲翻译出来吼。迄、哦那个你可看见吼、哦，一线曙光，我们对着发出欢呼的歌声，这是美国国歌哦。宽条明信片，冒着一夜炮火，依然晴日招展在我肩表上，火炮闪闪发光，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旗安然无恙。诶、欸，是啊那个。这条歌吼是伫美国咧对抗英国的时阵，因着这条国歌就做出来啊！啊，所以含英国咧作战的时阵，因这五星，伊这旗啊就底下咧飘哦，啊讲哦，哎，仗啊蛮拍个乒乒乓乓乓乓乓，哎，过天再去，我们的国旗还怎么样？安然无恙，底下飘扬哈！啊，够爽嘞，你看。你看新条旗不是还高高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家乡，哎、欸，他对拢爱强调吼，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哦，你看伊嘛是出一个自由国家，哦，在这自由国家，哦，所以这个互恁知影讲，咱咧唱这歌的意思，拢有个强调 freely，free 自由的国家，哦，自由的国家，啊，所以恁若有好朋友会晓音乐的，啊，就请伊跟。跟啊，先慢慢做嘛，不用慢慢做了哈。啊，可惜嘞，我有一个好朋友，伊做这台湾翠青，哎、欸，基督教的，请举手我看麦，基督教。哦，这条本来就做长老教会的，哎、欸，那是台湾国歌同款的哈。太平洋西南海边啊，这条哈，因为时代背景无关啊，这条是二十几档了哈，啊是一个乡做的呢。现在那么早快了，萧泰仁，不是萧泰仁不？萧泰仁，咱台湾人，伫全世界最有名的音乐家哦，萧泰仁哦，伊是台湾人哦，哦，伊是台湾人。啊，我有甲讲了，讲哎、欸，啊老兄，啊你唔着过来做一条啊，迄个台湾国歌一个吼。伊甲讲，伊现在无法度啦，伊身体足歹啦吼。啊，真等于入美国，拢入美国啦，伫洛杉矶啊，迄、那个特。一日定咧进出 ICU， 我进出迄、那个ICU 是叫做加护病房啦，吼、哦，伊身体足歹啦，吼、哦。啊，这两年前有转来，迄、那个当时呢，1912月12月23日，萧泰仁大师返，因为阮长荣中学毕业啦，吼、哦，伊介绍我两三届款，啊，即摆身体歹个啦，所以无法度，我要靠伊无法度啦，吼、哦。对、這個，伊坐，哎，找我阮太太，哈哈。啊，这个我，嘿，啊，伊坐轮椅啦，已经坐轮椅，哎，等下学校看看了，伊讲啊，大概最后一撮等下台湾，啊，去等下学校看看了，啊，我著个拜托伊讲，伊无迄个气力当去做啦，吼，无伊来做吼，一定赞的啦，吼，伊来做一定赞的啦，啊，所以我即摆讲这个吼，台湾国歌是省诗，哎、欸，我们台湾最终会变成什么？啊？要不当袂当中立国，就是邦联，哦 ，Commonwealth 邦联，啊是叫做联邦，拢会使哩。啊，这个联邦几个，邦联几个，两个尔呢？一个是日本，啊一个是台湾呢。啊，咱顶面迄个较天皇啦，安尼。啊，那剩迄个大英国协，迄54个国家嘞呢？哦，你看，迄个。大英国协是由54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吼，哎、欸，大英国协，啊，伊总共，英国啦、加拿大啦、啊，纽西兰啦、
吼、哦，澳洲啦，遐拢是，就是大英国协约邦联嘛，吼、哦，英国十几个，啊，咱别个那是迄、那个日本啊，含台湾联邦邦联尔啦，吼、哦，哎、欸，所以咱最终个是，啊，逐摆我逐摆咧开玩笑讲，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可以吗？有一个可能可以啦，有一个。无什么条款拢无影，拢袂当，拢袂当变作国家啦。就是日本天皇哦，秋色牙关讲啊，北啊，你吼、哦，甲咱踢出来，敢有可能？无可能。啊，若北咱就变作，吼、哦，所以你讲会当独立国家会，也，但是没有可能吼、哦。最终我们还是，最终我们的才是只有是 Commonwealth 邦联吼，哎、哦，上最后是邦联，跟日本。做伙是邦联，邦联嘛是一个国家吼、哦。你像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迄种国家啊，吼、哦，吼、哦，会记得咱最终的是伫遮啦吼。哦，加拿大啦、澳大利亚啦、迄、那个纽西兰啦，诶，啊，纽西兰吼、哦，人伊嘛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自由之境哦。纽西兰嘛，大家拢会记得。这个国家吼，拢会用这个自由做最主要的内容哈。来，阿哥耍来，恁啦吼，诶，迄个主席诶念迄个来吃吼，诶，恁别日啦受训了，啊，若搁再点招了，再恁要去主持会议吼，我恁来做徛他们家呢，啊，讲宣读台湾民主主张及立场吼，得来换恁啦呢，所以咱即摆做回来。读这个黑的，来有两个主张，两个立场。第一个主张是来，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不使用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来，第二个立场，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哦，啊，唔通，你要去压中华民国政府了哈、哦，你莫去压伊啦。哎，因为我们不是向他接政权，你知道？咱是要向美国接政权的，美国都要对应呐、啊，哦，不是，你若要去抗争伊，啥？渣渣你就做革命烈士了，哦，你们做革命烈士，我们是革命的啥？哦，大家拢知道，我们是革命的先行者，唔忙去做烈士哦，你要去跟中华民国咧弄哦，嘿拢唔对哦，不是我们的立场哦，哦。我们是要对美国，哎、欸，美国你哎，去个结束，因为当时我小可补充对，当时就是那和平来讲是讲，迄、那个美国有主要占领全国，可是美国委托蒋介石来占领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伊是委托的，所以主要占领权是美国的，啊，伊委托蒋介石来代战啦吼，代战的吼，啊，迄阵那个美国有人惊台湾啦，美国兵啊吼，前到那去哦，台湾军伫菲律宾甲杀甲走无咯，迄伊足惊台湾的啦，啊，所以那时候一直讲要来攻台湾，无影，人攻对琉球去啦吼，因为唔敢跟台湾军小战啦，台湾军迄阵少用的，伊美军人惊啦，啊，唔敢来战的，啊，叫就是个先来战，啊，伊本身迄、那个麦克阿瑟去战日本。哦，所以日本是麦克阿瑟，啊，咱派文咧叫伊占着，咱一占不回去。哦，六十几年一占，蒋介石一占，到现在也阁唔等伊啦，哈、哦。这个是头啊，咱迄阵民政府的组织有，这是较早的，即摆无啦。较早分做两个局嘛，一个迄个人事行政局。哦，中央事务局，啊，一个中央政治局，
啊，这个我是负责这个中央事务局，啊，就是要安那，派人去，那执行了，爱派人去遐啊，去袂啊派几个啦？你看，比如讲啦吼，派去故宫，一、两、三、四、五，派五个去，敢那拢是政务官啦，啊，我吼那。秘书长咧讲，哦，当时要执政啦吼，讲第一个分歧的是我无人通排啊，嘿，啊，所以恁来，啊，我要阁讲一点，你若即使讲派你去，你若家一个去吼，保证一礼拜变票来转来，阁官来讲我无法度，啊，所以吼，恁最后的机会吼，恁赶紧叫恁的迄个换贴的，啊，是家己的亲情，是毋是？紧来上课，啊，到时你着志愿。欸、我要跟迄个什么人做伙派去对，哦，你有管理通写，啊写来，我会甲你讲，哦你，哦，啊恁什么人，啊恁两个做伙去，嘛较经咧，有小经，嘛较袂随去用变变来转来，恁听我这意思啦吼、哦，所以拜托恁，那有迄吼，紧剩无几期尔啦吼，叫因紧来上课，啊跟你做伙派去，哦，足多所在，欸，应该有二十万的20万个单位的人次要拜啦。啊，一个说，比如讲，哦，你讲卫生福利部，咱即摆较排到10个尔啦，啊，迄间无几千个人诶，吼、哦，拢也无够人当排啦，啊，若上少人去吼，歹管啦，吼、哦，啊，咱这是业务出来吼，搁做政务官吼，啊，你无咱几个较家己自己诶吼，排去拢稳死诶啦，吼、哦，诶，稳惨诶，啊，所以。就是爱讲，我用这个语重心长的讲吼，恁都爱去叫恁的家己的好朋友来，啊，含你做伙派出去，啊，你较知啦，吼，较知啦，唔当一个用兵票来等啊。我用这個意思要甲咱讲哦，吼，那个要派的地方太多啦，什么资源环境省啦、国土交通省啦，什么啥啦，足些啦，哦，内阁法制局什么都位，哦，啊，搁一个迄个。中央政治局，哈、哦，蔡才元现在中央政治局，这是较属情报那边的啦，哈、哦，足多啦，我用这写出来就是咧讲，哎呦，一个单位应该在派一千人去，甲派三个五个尔啦，人也无够，哦，啊，所以赶紧较侪来当较侪人咧，啊，这新的编制啦，哈、哦，我们新的编制，好，今麦新的编制，军政时期，那头发接的是军政时期哦，哦。没算过的哦，没有军政时期没算过，到宪政以后才选举，啊，要到选举以后，可能一二十年后的事了哦。接着是军政时期，你也记得，美军来各定将领的时候，那是军政时期啊，委托民政府来代管，啊，那个美军爱来维持秩序啊，哦，不是咱去维持秩序，咱不够力啦，美国爱家己来下啊，啊，拢总有五个单位啦。哦，国安参谋啊，台湾民政府，哦，内阁，哦，啊个参议院、众议院，啊个司法院，哦，这是到时咱的编制啦，哈、哦，啊参谋会较好分足侪，啊即摆吼，哦啊阮咱内阁，哦，拢总有16个单位啦，内阁来计，哦，就是行政院赶快啦，哈、哦，就是行政院赶快，好、哦、来内阁。总务省、华务省、外务省、文部省、环境省、国土交通局、高沙事务委员会、台湾选举事务委员会，这拢属内阁哦，内阁有分这几个单位啦哦。哦，啊来参议院跟众议院，啊，即卖目前吼、哦，咱咧派吼、哦，咱即卖开始，咱即足侪人已经拢受训了咯、哦，啊，拢派八成去啊，剩这31，啊，已经派八成24个，哦，拢这才真拢派了咯、哦。要个剩两层吼，要予咱后壁遮个人来排哦。啊，剩这77哦，啊派50几个啦，啊要个十，要个一二十个，要等后壁遮个人来排吼、哦。啊，这排了终身的，我剩你这这少年排去，食一世人呢。哦，我足好个吼，愈、哦、少年来愈有利啦吼。好、哦、来啊，个司法院各级法。哦，啊，中央参议员31，啊，70个，啊，各州拢有各州的参议员啦，哈、哦，哦，你迄个宜兰州几个，啊，这拢定好啊，哦，啊，拢报八成尔啦，哈、哦，剩的拢要等后壁遮啦，哈、
要袂报较满，要袂报较满吼。刁工刁工的啦，刁工无爱一个拢用较满，互后壁遮个人好人才，搁再赶紧读落。啊，是拢家己志愿的呢。啊你吼啊，所以你哎机会无济啦吼，今已经派八成啦吼。啊，拢总若十成到吼啊，这是参议院，啊那是迄个政府郡啦吼。啊，是州政府哇，迄要欠的人也搁较侪啦吼。哦，啊，即目前吼，即、這个阮即个总理府办公室办公厅吼，即王世腾有人知影，即较早台南州的州长，啊，现在调升起来做总理府啦吼。啊，即啊我有人伫总理府，啊，徐格林有上过伊的课嘛吼，徐格林吼，即有呐，即少年有呐加人才啊吼。啊，蔡才元知影，蔡才元严教啦，要袂？高级班要袂教，伊大概明仔载课吼，啊个雅虎的拄好食上一节那个雅虎，哦，啊个政治人就是打架，即个台中州长即摆打啊升起来，啊所以台中州即摆换秘书长兼雷兼台，伊起来阮总理府啊吼，哦，啊个即摆说啊是。这台南州长调起来，啊，一切蔡朝鹏去，这较早做也是对迄个郡守，哦，啊，林迄个台中州长就是台中州长就是政治人嘛，郑州长，伊当下上个礼拜调起来，啊，所以这个台中州长咱秘书长去兼台了哈，这是目前啊，可能怎样解释这个所有哦啊，即摆已经讲啊，但是人也足少了哈，人足少嘛哈。迄个中央自工团啦，台湾发展委员会啊，拢贵个啦，要落落落来还是足侪啦。议员迄拢八成，但是伫这个行政人员吼，拢无也拢派无几个啦吼。这是最新的哦，这拢最新的诶资料哦。啊，迄个议长啦、副议长啦，派掉拢总八成而已啦吼。拢留两成要等各位啦吼，啊，所以恁呐，随刷嘞有要点招吼，那从下个礼拜啊开始有点招啦哦，啊，所以呐，恁初级班、高级班拢上了的人，有那个权利可以来点招，哦，接受点招，啊，就是要接受职务啊，啊，你爱个赶紧来接受迄个点招啦吼，哦，啊，郡守，哦，啊，一郡，好啦。我用迄个目的就是讲，迄还佫欠足侪人，吼、哦、啊，做要做参议员、众议员的啊，拢有人足侪议员要做，但是拢干阿保八成尔，还佫在等人，吼、哦，等人家。哎、啊，我们四千个也快到了啦，吼、哦，真欠无几个呢。迄个我们训练要四千个，要向美国报备的时候，我们四千个，都爱名单拢齐全，伊较要好人啦，吼、哦。啊，来，目前台湾的国际地位哈，我迄个头啊要形容几个哈，拢做有六个啦哈。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讲第二含，讲第二啊含第二，他们怎么样做？第二啊含第五啊第六安尼，讲安尼，因为时间无够哈。来，第一我卖讲哈，第二。这样国家公车也叫美系，台湾不是国家，而且香港诶，美国也香港诶，包围哦，对，伊较早还是中东战争以前做军人，伊指挥中东战争拍赢，迄个以后做美国国务卿，哦，就是咱的行政院长赶快国务卿哈、哦，来，前美国国务卿的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啊，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呢。伊坦白跟你讲，你中华民国，咱较早都无来想过，拢想讲、中华民国的政治当中是一个国家，是安毋是？伊讲不是。美国国务卿跟你讲不是。啊，伊足有个理由啦吼、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吼、哦。迄啥理对 ？SFPT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Peace 是和平 ，Treaty 是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诶，第三条写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呢。哦，第十三，我今日讲咧学习未顺。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都写伫遮了哈。
啊，现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中，哦，这个是台湾美国吼、哦，美国咧叫这个政府吼，伊无叫伊中华民国呢，啊，无叫伊什么呢？叫伊台湾治理当局呢，代理诶治理治理的当局尔啦，当局尔啦，唔是国家，伊无叫伊讲啊，你是。Republic of China 还是啥？伊无，你都唔是国家要甲伊叫名，你是治理当局尔吼。美国明显安尼用的吼。台湾 Authority 哦，是台湾治理当局 Chinese Taipei 是翻译做啥？哦，啊，事实是啥？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来，这里就要紧。Exile 来，大家做一读一遍 Exile 这是正确的美国发音啦。啊，那日本发音做 Exile 哦，日本发音发成做 Exile 哦。你看其他的公司，因拢日本发音，拢工作是 Exile 哦。啊，正确的美国发音是 Exile 哦。台湾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啊，是安怎开始用台北？我迄阵我台南人，我逐摆讲，手出去用中华台北，啊，讲恁台北倒，啊，阮台南高雄倒，拢毋是呢。哎、欸，我头下毋知影啊，拢会即款思想出来啊。啊，到尾知影讲，原来流亡政府只能用在城市的啊，流亡政府只能用在城市。Chinese 流亡来到位来台北。迄、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法国灭亡，吼、哦、叫德国占去，啊，伊个流亡政府走去底，伦敦，伊叫做 French London， 啊，袂当用 England 啦，袂当用哪个国家的名，爱用都市的名，吼、哦，世界公法内底是啥，你会当用都市。你像韩国，伊叫无去，爱走来上海，伊叫做 Korea 上海，吼、哦。拢是爱用这世界公法内底写较足明的，爱用流亡去倒位，爱写讲伫迄个城市用城市啦吼，袂使用啊，所以伊会当讲哦，那台北市甲扩大袂当，伊爱用个另外一个名，比如说新北市嘛，伊即个是伊本基地，伊流亡伫台北市的啊，哦，啊所以袂当个扩大讲合并中台北，就做台北新北市。中华台北一词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哦，伊流亡政府，所以伊即摆咱咧参加迄个运动会啦，还是甚物啥啦，拢爱用中华台北 Chinese 台北。咱较早唔知影，讲哦 Chinese 台北，那事实上就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哦，中华流亡。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哈，取一个缩写了哈。哦，这个讲的啊，这个电视讲的呢。2004年，美国前国务卿敌对讲的。In 2004 October 10月25号 ，in press conference in 北京，北京的那个记者会 press conference 记者会讲的，讲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主权。Republic of China also not a country。个人讲较足明啦，啊，咱遮拢点点唔敢去报道啦，吼，啊，报了闹开啦，吼，啊，所以嘛是拢唔敢报这个代志，吼，啊，小布希时代这个我都无要讲啦，我来第五个来讲这个美国的迄个卫生吼，他们公共服务部是做一波啦，吼，唔是卫生福利部呢，啊，这个凯撒林 Sabulous 吼，这个吼。即、这个伊要做卫生部长的，以前伊是2003到2009是做啥呢 ？Governor of Kansas， 堪萨斯州的 Governor 就是啥？就是迄个主席、迄个州长啊，啊，州长啊，伊是做迄个堪萨斯州的州长。啊，伊伫迄个，伊去迄个，因为 WHO 是啥？世界卫生组织啊，你刚不听到 WHA？ 哦，新苗做 WHA 哦，我当时候偶然做一尝试。WHO 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这个机构，或者世界卫生组织，啊，搁一个每当爱开一摆会，五月第二礼拜了开一摆会，迄、那个开叫做 WHA，A 就是 Assembly 开会，一当开一摆尔，吼、哦，一礼拜开一礼拜，五月当开了，五月第二礼拜母亲节过后开始开一礼拜，吼、哦，迄叫做 WHA， 我等下会搁过来，啊，这个 Catherine 吼、哦。一直回忆中吼，啊，安那讲的，伊讲，来，伊这是2011年的时候，5月17号，美国卫生部长凯撒林·比贝特在，你是在 WHA 上说，哦、我拄啊，等下讲讲什么的时候 ，WHA Assembly 就是那个开会的时候，伊讲啥，我们已很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哦，是啊，那伊伊开讲这个话呢？迄阵哦，这个中华民国哦，派去开会，古早拢无要互咱开嘛。啊，迄阵就假敖就派去开会，安达 PRC， 就是中国下骹的台湾去参加的啦。哦，啊，我呛阿公，恁拢袂当入去，我会当入去。用中国下骹的台湾的卫生部长去参加的。诶，闹鬼啊！啊，但是伊安样啊，讲哦，你拢未当入去，我会当入去，我会当入去参加咧。用中国啦 ，PRC 是中国啦，用 PRC 诶下骹台湾诶部长去参加的啦，吼、哦。啊，所以伊较讲起来，伊讲起话讲，诶，恁大家联合国诶这国家诶人哦，拢无权利通讲台湾，干那恁爸当讲尔，唔是哦，恁祖妈啦，伊查某啦，啊，恁祖妈会当讲尔啦，诶，恁拢未当讲啦。伊又唔讲个较明嚟讲，啊，就照迄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都讲，这是阮咧管的嘛。伊若讲个明，啊，唔就大家讲啊，吼、哦，咱就大家会当伊都讲一半，即、這个美国个、小美国个拢安尼啦，拢讲一半个啦。哦，诶，即个哦，即、這个是今年打死啦，即、這个，迄个。6月初9，伊死啊！今年，较换这个 Sylvia Marshall， 无话哦，换这个做了。因为啥？伊个 Clint， 迄个奥巴马，伊就要实行迄个医疗政策嘛，吼。啊，迄钱爱开足侪，伊感觉伊无法度实行，所以伊家己死啊。哦，当时个死，6月9号。啊，咱见8月吼，伊6月死掉了。奥巴马迄个医疗政策吼，伊也要用迄个全民健保了。啊，全民健保迄个根本都做袂落嘛。哦，全民健保的愈集权的国家愈有当做了。哦，啊，像美国这个国家吼，人迄个全民健保公司偌济个呢？伊靠法度国家甲统一起来嘞。啊，咱家是无啊，国家讲哦，恁拢爱纳入了迄个行政卫生基本卫生福利部。拢对这来办，大家拢对这来办，啊，大家都照安尼办吼。啊，美国吼，足歹做，啊，所以伊乖边啊懵咧讲啊，我不爱做啊，哎、欸，伊无做啦吼，伊就已经换一个啦。到6月9号，今年的6月9号，伊家己死一个。好来，我今麦要讲这个，来 WHO 啊，咁多 WHA， 恁爱有迄知识。人咧讲 WHO， 就是咧讲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这个机构 WHO 这个机构，啊，哪里讲 WHA 咧 ？A 下底下 Assembly 卫生大会，哦，每当五月过迄个一礼拜中间，这卫、个、生大会，每一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拢来参加，所以目前世界上有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拢爱来遐开会，开一礼拜，决定讲今年的政策是安那。哦，这叫做 WHA， 所以以后恁啊，知影讲，什么叫做 WHA， 什么叫做 WHO， 吼、哦，这是知识啦，吼、哦，常识。恁啊，知影讲，哦 ，WHA 就是咧记迄个五月迄个开会，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内底咧开个会，迄个叫做 WHA， 吼、哦，安怎知影吼？人咧讲 WHO、WHA， 是啊，恁即摆大家拢了解啦，吼、哦。哦，啊，我迄阵都搭登机啦，啊，这就是迄个联合国总部啦。迄、那个开会所在，啊，即旁听席啦，我拢去旁听席。啊，有时当 SARS 迄当，吼、哦，迄、那个中国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我有甲录音起来，啊，伊个演讲我有甲录音起来，
听了，听了吼，会吐血。哎、欸，那个伊吼正式起来讲哦，讲台湾的人民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我都听了，看哦，啊，他们的 SARS 是我们在支援他们，可以。啊，你听了，我们咧吐要吐血了，我听下吐血，啊，我人站起来。我气啊！讲哎，你开来讲，我台湾的健康是拢恁咧照顾，敢有影？讲白菜话，我昨徛起用英语甲讲，讲白菜话，我用英语讲 ，liar，liar，liar， 就是讲说谎者，哦 ，liar， 我啊，讲了，我、哦、嘿，你看，嘿，警察就随来来，嘿，警察就随来，啊，我伊当初是 SARS 嘛吼，啊，我口罩挂来，我经过坐，啊，伊我尊重，我是那其他的人拢掠出去啊，啊。穿白衫，伊知影我这个卫生技术人员吼，啊无甲你也随我了乖乖坐落来吼，啊伊讲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了，哈哈哈哈我对头我唔知是我就甲起来甲呛声啊坐咧，伊讲哇有一个台湾来呛声咧，啊转来才知影讲哎啊迄、那个伤就是我咧，哈、啊，这个伤就是我，啊咱为着安尼哦，都有两个报纸的第一版吼。中华日报跟中国时报第一版报这个代志，我一生都两摆第一版报到，都这件代志啦，都这件代志报伫第一版内底啦。啊，所以阮教会公布啦，什么啥啦，拢有来。迄、那个啊，即摆佫过来，最后一件我要讲，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这是啥呢？这是去年六月七号《自由时报》报的。啊！自由时报开始报价，伊对美国诶报纸甲翻译过来，哦，赶紧啊！咱诶《人民日报》哦，无咱诶迄个《自由时报》哦，六月七号《新竹日》的一篇报道，是安那报价呢？你看，美国特派员曾一芬华府七日报道，来，我甲恁说明这是安那搞这。那时候，习近平要去见奥巴马，哦。啊，美国吼，我讲，啊，一过来，一定会阁讲台湾问题嘛，对吧？吼，一定要阁讨台湾呐，啥物事？但是吼，因吼最近国际法吼，因家己去读咧吼，因知影台湾毋是因的，咱无讲。但是美国有人惊啦，咱所有古早迄个文件吼，甲解禁、解禁吼，吼机密文件吼，甲迄个解禁出来。啊报讲哦，啊，到迄阵就讲啊，台湾都唔是你中国个啦，啊，唔是你中共个啦，唔是 PRC 个，啊，唔是你 ROC 个，现遐资料拢甲报咧啦，报出来啦，就是遐资料啦。啊，咱这个《自由时报》去翻译下啦吼。你讲啥？台湾在法律地位不是中华民国的哦，这是英语啊，咱家个报做《自由时报》个报翻译，遐机密文件拢甲报出来，要好这个习近平哦讲。你嘴小暗的吼，你咧讲，人都报甲足清楚啊，你人没有常识啊吼，伊人佫讲遮了，就讲，啊，这国际法内底啊，你较会咧讲遐咧，气吼，真正，迄个习近平拢唔敢讲话呢，拢唔敢讲到台湾问题呢。来，加这句上要紧，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这主席报啊，咱家报起来啊，就过去了，拢无搁在台湾这个土地是啥？被占领的领土哦，哦，迄个谁占领的？应该是美国占领的吼。哎、哦，这啊这哪这个报章反而就过去啊，就大家点点的吼，拢无讲的啊，事实要紧的拢直接人拢报掉的呢。啊，咱敢有咧看？咱无咧看这个、啊，唔知影吼、哦，咱拢无咧看这个哦。啊，台湾中华民国万岁！啊，安尼哈。哦来，了解，迄、那个你遐敢会当 One China Policy？ 你甲报 One China Policy？ 迄、那个遐会办呢？你遐会当报袂？哦，对，来，先看这看了，我等下甲咱解释。哎，了解讲。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its status as a government in exile. In exile. At this point, two questions may be asked. Number one,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ROC? Number two, is Taiwan a part of the PRC?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has never recognized the forcible incorporation of Taiwan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nce, the answer to thes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very clear.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s as follows.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ROC. In the case of Shung versus Rogers, D.C. Circuit, October 6, 1959, quoting from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judges held that the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t Taipei, Taiwan since December 1949.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ercises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Formosa has not been transferred to China. And that Formosa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s a country. At least not as yet. And not until and unless appropriate treaties are hereafter entered into. Formosa may be said to be a territory or an area occupied and administer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it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being a p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not part of the PRC. In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dated July 9, 2007, the following points were made. 1.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explicitly state the sovereign status of Taiwan in the three U.S. PRC joint communiques of 1972, 1979, and 1982. 2.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d the One China position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he PRC's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4. U.S. policy has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sovereign country. And 5. U.S. policy has considered Taiwan's status as undetermined. In conclusi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October 1, 1949 in Beijing, is the sol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Taiwan does not belong to China, nor is it an independent entity. Taiwan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es this mean that Taiwan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swer is no. Taiwan's legal status is a type of quasi-USA trusteeship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within the U.S. insular law framework. Hopefully, U.S.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an be more precise in explaining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behind the One China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来，我这边要叫大家看讲吼，一些演绎出来吼，一些演绎出来是对。哎，就是有提供资料的哦，伊嘛是 credit， 就是有提供资料的，来看一下看一下。在美国国防部内底有一个 USMGTW， 那是对，就是咱这个哦，好来。拄啊食这个啦吼，我用这个吼，大家看咧，恁等于会当去网络去点咧，啊看这个会当去看一摆，这個、看几摆啊？这吼、個，若去哦，唔相信的吼，还是讲较有名多人，你若有这吼、個，你摕我看，嘴拢塌的，这是美国的国防部做的，哦，讲甲足清楚，台湾唔是 PRC 是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啊是 Republic 哦 ，People 啦 P。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啊，这边叫做 ROC Republic of China， 哦，中华民国叫 ROC， 中国那边叫做 PRC， 世界承认是承认一个中国，就是 PRC 呢，哦，这边要甲咱讲的，一个中国呢，哦 ，One China Policy， 啊，内底讲甲足清楚，台湾是毋是啊要做美国的五仔州，敢有可能？伊甲你讲无可能，毋是美国的一部分。哦，有个人咧讲哦，看会当做美国的五仔州的，咱迄叛徒吼，咱迄生遐囝，哦啊去占迄个省政府，啊搭五十一个天道，讲吼、哦、要变做美国的五仔州，迄个影射安尼啦，那空想无想，迄种乌白想的，家己想的，美国甲你讲，你无可能做美国的一州啦，美国政府无可能会当去做其他的所在，会当去做美国的一州嘛，吼、哦，袂当。
这个我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哈、哦，我这是讲啥？伊嘛是 credit 来的哈，国防部啊，国防部诶，靠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就是啥 ？USMG TW 哦，的确伊嘛是 credit 来的。国防部内底有这个单位咧，你唔通想讲哇，咱 USMC 家己咧讲嘅，唔是啊。所以咱这个 TCC， 咱的顶头上司是啥 ？USMC TW， 咱的伊也是咧甲咱保护的啦。吼、哦，啊，伊的顶面卡国防部，所以吼、哦，咱讲哦，要来迄个美国的到位吼，国防院要去接触。可以吗？国务院跟咱无关系呢。哦，我即摆咧讲咱整理咱的思绪，咱的关系是对咱 TCG 店面是 USMG 是倒位国防部。哦哦，咱即摆知影吼，咱的单位是美国国防部下骹的 USMG 下骹的 TCG， 咱这个 TCG 是的叫。行政程序摆开是安尼，所以咱唔是要去看迄、那个，咱唔是要去看迄、那个，迄、那个国务院安那交通这搞个无，咱的直属单位是国防部，咱的店面是 USMG， 这个你写个出名嘞，是国防部个内底 USMG， 哦 ，USMG 就是 US 是美国 ，MG 就是 Military Government， 哦，美国军政府下卡是台湾民政府，哦，所以。就安的啦，咱的你那迄个无这个手续吼，国民党政府一个嘛，甲咱掠去死，真正呢，你那无加了美国这个系统，咱这个系统咱是正统的，你无一个你明仔载随无看人嘞吼，哎、哦欸，所以这个咱安心啦吼、哦，我用这咧给各位看，就是讲，确实，伊这个内底是国防部内底美国军事政府台湾 USMG TW。哦，哎、欸，啊，这等拄我只看了啦吼，这我有拢总也翻译做各中文的啦吼。哦，因为迄阵咧家己讲宣称是光复节啊，什么啥，啊，那教日咧话讲的唔是安尼讲的啦吼，只是啥军事占领，十月二号是军事占领的开始啦吼。哦唔是什么光复节啦，哦，拄我讲这篇文章写个足明嘛，吼、哦，啊是麦克阿瑟派遣那个美国派遣蒋介石来占领，十月以后台湾还是日本的，来，伊些我这是翻译来哦，伊一本文章写讲，1945年十月以后台湾还是日本的主权地区哦，虽然台神掉了，主权那个是像那个日本哦，直到。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后，他呢，他结束，因为结束的、就是、二条，国际上二条逼下，日本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占领权，放弃统治权，可是干那放置那阵，来，我即摆讲伊是安那这条爱小话解释的，就是讲啥，比如讲。我这间公司，吼、哦，我是董事长，啊，我讲这间公司我不爱管，由你来管，哦，我放弃经营权，日本是放弃经营权尔呢，啊，换谁来嘿，换美国来啊，美国甲委托蒋介石来呢，啊，所以这个是日本伊敢放弃迄个占领，放弃迄个经营权尔呢，哦。哎、欸，这条解释，有个人讲，嗯啊，日本放弃啦，啊是啊那，不是日本的啦，不是啊，是这个我是干人不爱经营尔呢，哦，哎，金山什么第二条 B 写个这边的解释讲，这个虽然伊是放弃主权权利，可是他还有主权义务，哦，这爱甲各位说明个清楚，这个二 B 下的这吼、個，这要紧的吼，二 B 来。就是要不要指明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 ，chief occupying power， 哎，历史上条写个就明的吼，第二十三条写 ，U.S. 美国 United States is the chief occupying power， 只要占领全国，哦，
来比赛三条。伊即个是来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就是迄个代理的尔啦，换成 ROC 当作代理美国占领的 proxy 哦，代理的尔，哦，唔是好意的哦。拄我只讲个足清楚，台湾也毋是 PRC 的，也毋是 ROC 的哦。拄我只迄篇文章写个足清楚吼，诶、哦欸，咱等于哪有闲，搁看一摆，但咱电脑都得看啦吼、哦。咱这官网个入去。啊，甲看 ，One China Policy， 啊，你入去甲，搁啊看几遍啊，吼。这我是咧翻译者啦，吼。伊是台湾讲啊是 PRC 的一部分无，拢唔是。诶、欸，我只这张看麦。台湾不是 PRC 的一部分，哦。哦，美国伫迄、那个跟迄个中国建交的时阵，咱即摆咧讲中国，都爱只有清楚，就是遐迄个中国。啊，这个唔是国家，这中华民国唔是国家，迄、那个是中一个国家，一个中国政策，有几个中国？哦，咱即摆怎样？有一个中国是指那个中国世界上承认的。啊，这个唔是国家，这个是流亡政府跑到台北来而已啦，吼、哦，流亡政府啊，吼、哦，所以咱即摆安尼一直教，哎，这个理论要清楚哈、哦。美国政策里面没有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美国政策认为台湾地位未决定，哦。啊来，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啊，这个意思是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吗？伊咧甲你解释，不是，袂当做是美国的一部分，伊是干那占领尔啦吼。哎、哦欸，台湾的法律地位是。有如美国独特的法律，就是迄个希望不久将来美国哈，这就是我对迄这篇文章规个个翻译做中文的时阵哦，来，台湾 is an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SA， 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区哦，哎，伊伊咧解释一下，咱咧讲简单，哎、欸，日俄美战，啊，迄、那个我就一直咧讲迄个美战是安那来，国际法律来。来，我即摆要讲，来，我即摆要讲啊，日俄咧，你要对对去讲，人若跟你讲是安那开始日俄，好、哦，对，这个土地本来就是清朝的，啊，甲午战争是安那个甲午战争的，哎、欸，来，我无要下课了吼，啊，恁若要去厕所，家己点过。是甚物引起甲午战争的？地学爱小可知影者，甚物？啊？是安那引起甲午战争的？你敢知影？好来，马紧，来，引起甲午战争的是啥？迄、那个朝鲜引起来，朝鲜讲啊，阮无爱互中国完全管啦，阮拜托你日本来甲阮管啦，安尼啦，啊日本讲好哦。啊好，好，啊清朝就讲，不行，啊不行就安那，就是甲午战争的起因啦。你听好无？甲午战争是为着挑衅前人呢，啊所以下关条约第一条，下关条约，哦，咱咧讲下关条约，咱日本是讲下关哦，伫西摩罗设计翻译做下关啦。哦，咱卖讲马关是中国完全的讲法啦，咱的讲法就爱伫什么所在定的，就爱伫。叫做伫西摩罗设计，所以这条叫做西摩罗设 treaty 下关条约。哦，下关条约第一条写讲，第二条佮写讲，第二条啦，写讲迄个台湾平和现在和日本天皇。第一条写啥呢？承认朝鲜是独立的国家。第一条就是写这啦，因为现在就是为着伊。经济战争嘛，第一条，所以你看，迄、那个下关条约第一条是写讲，朝鲜是独立的国家，啊，独立啊，讲有影独立的，都互你分咧管啦，咪互你分咧管啦吼。啊，第二条佮写讲，迄、那个辽东半岛三个所在嘛，辽东半岛啊，台湾、澎湖三个所在割让给日本天皇。哎、欸，恁原来有看过无？伊迄是皇帝对皇帝哦，
伊个我迄个咧写条约，原本是皇帝对皇帝哦，吼，唔是满清对日本哦，唔是安喏，是清朝的大皇帝。哦，迄恁诶，有人互恁看过啦吼？迄个文，好来，我要讲 people on Taiwan， 哦 ，people on Taiwan 是什么意思？在台湾的人哈，在台湾的人，马英九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啊，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伊住伫台湾啦 ，on Taiwan 就是住伫遮。马英九也是 people on Taiwan， 啊来啊，搁一个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这个是正讲，哎，台湾人，啊，这个是住伫台湾的人，哦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的人，啊 ，people of Taiwan，we are people of Taiwan，also people on Taiwan， 咱拢是啊，咱嘛是 people on Taiwan， 咱也是住伫这个土地的人，啊，咱。啊，个 people of Taiwan 哦，即个哦，即两项分得清楚。迄、那个台湾关系法，美国嘅台湾关系法是对对咧讲嘅呢。People on Taiwan 咧讲嘅哦，住伫台湾嘅人，迄、那个台湾关系法是 people on Taiwan， 但是台湾关系法无管辖到金门马祖。台湾关系法是干呐？即个台湾家呢？台湾澎湖呢？迄、那个金门马祖跟美国。台湾关系法无关的，因无包括伫啊，所以表示金门马祖是一个熬死的，哦，啊伊 exile to 台北，这个台北唔是伊的，人写得足清楚，哦，所以你进上网去看，跟美国的迄个签证，要看美国的签证，敢有熬死？绝对无嘛，美国的字典内底熬死已经无去啊，伊甲你看讲。后来啊，你是倒位的人哦？你台湾啊，住伫往台湾，伊用往台湾尔啦，无咧讲 off 台湾啦。哦，台迄个签证迄啦，啊，所以你住伫金门的人，你要签证写对 ，China， 伊袂当写讲什么台湾啦。金门马祖无包括伫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内底，金门马祖无包括。啊，所以 ROC 伫美国的字典内底，有拄仔有可能看过迄蒙白有无？迄、那个上一个。伫南京有一块 ROC 的蒙牌有无？拄啊只，可能是有，哦，拄啊只遥牧师迄、那个，吼、哦，迄中华民国的蒙牌放伫南京啦，吼、哦。哦，这大家分得清楚 ，people on Taiwan 跟 people of Taiwan 啊。来，台湾这块土地是啥个？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个，对无？台湾是住在台湾的人的。我最近特别去迄个胡伦社，胡伦社一间拢请我去演讲啦吼。我拢去遐工作，伊讲啊，够有这个代志。啊，我若这条甲问咧，一百下举手讲，对，台湾就是住在台湾人的，因都唔捌法律嘛吼。啊，这边佫刷落，安巴斯拉 hotel， 这是咱必须特别用的，就是迄个国宾饭店吼。国民饭店是住在国民饭店的人的，我若伫台南讲，台南饭店是住伫台南饭店的人的。我讲你是安那个？拄好只，大家拢举手。啊，讲台南饭店是住伫台南饭店的人的，恁都拢无举手，道理同款啊，清查伫底，大家模糊的印象伫底。这个所有权是谁的啦？啊，你住伫迄个国民饭店。你住伫国民饭店，你住咧，你敢有所有权证？无，所以国民饭店唔是你的。你住伫台湾，台湾是你的，你有台湾的所有权证无？简单就是安尼，安计税啦吼。简单，恁要跟人讲啊，安计税吼。啊，咱都无所有权嘛，所有权是对，就是下关条约内底日本天皇的《旧金山合约》27条的内底，没有一条。对日本天皇有处分哦，唔够对天皇处分，无啊，啊所以这个土地伊敢有失去？简单讲就是安那，27条的内底拢无对日本天皇有处分啦，啊日本天皇这个台湾敢有处分着？没有啊，还是他的啊。哦，安听有无？大家要讲计税，小可哎，哦，
无对天皇处分，这个土地是天皇的，所以告进也阁是天皇的，没有对他处分呐，只是他放弃管辖权，主管也阁伫伊手呢。哦，帮署长讲啊，这个跟我无爱经营吼，换、哦、人去经营，可是这间公司的所有权也阁是我的呢，啊，恁来咧经营的呢，哦。你进美国来咧讲，啊！你叫就介绍人来咧经营，还是在我的身上哈？这样你要跟人讲讲，啊，这都要大家理解要清楚哈。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状啊，台湾的所有权状哦，所有权啊，含治理权，各无共款啦哈。治理权是像美国啊和中华民国代理哈、哦，治理权。啊，咱拢无啊，咱住伫台湾，台湾是住伫台湾人诶哦，对无？对，迄、那个选举啊，吼，迄、那個、选举人哦，大家听到爽。台湾是咱住伫台湾的人诶，爽啊爽啊，迄、那個、是选举人。我们不要用感情因素，实在国际法律是下限，你照安尼去行就对，卖用感情因素了哈。要从国际条约走，不要只用感情因素，啊，只是政治语言吼，咧选举搞哦，对不对？对无？对对对，安尼吼。哎、欸，来，这就是咧讲下关条约吼，这拄好是安尼，大家复习过了哈。哎、欸，大清皇帝对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哈，哦，这个条约内底写个足清楚，大清帝国大皇帝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伊合约内底是皇帝对皇帝咧，咧定条约啊，我这个土地给你，唔是给你日本，给你日本天皇哦，哦。我是皇帝，清朝万清的皇帝，将土地送给你日本天皇，安尼的吼，所以观念爱吼，唔是日本政府哦，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啊，他叫总经理，就是日本政府，他来经营管理啊，吼、哦。那个董事长啊，含总经理，爱大家关系爱用好些哈。哦欸第一款中国人民朝鲜独确为完全无缺失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权利，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的典礼等事后，全行废绝。要去朝贡，现在都唔免啦，完全独立啦吼。第一条是写得这啦，哦，下关条约第一条写着朝鲜独立吼、哦，啊，第二条佮写对几个呢？台湾第一辽东半岛第二，台湾第三澎湖哦。啊，是安那辽东半岛甲绥远，是安那辽东半岛甲绥远。哦，这第一条下，中国人民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失独立自主国，第一条了。啊，第二条的下讲的永远让于日本了哈、哦，奉天了。啊，是安那。是啊，那迄个苏联、德国、法国出来抗议讲，人个奉天你袂当讲退去啊，人是中国个，嘛，迄种形容词啦，就是领土就是袂当啦。哦，啊，你讲神圣不可分割啦，啊是啥物独立制，啥物，迄种形容词啦，领土就是袂使割让恁啦。哦，无啦，领土就袂当啦，袂当割让啦。哦，有人影响着因对，但是伊就摕这个国际法出来啊，领土都袂杀人啊。好来，这个到十一月顺吼，十一月初八，这个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迫使日本伫十一月初八，搁订一个和订一个。建立的清皇皇的叫做辽南条约，哦，这辽南条约，辽南条约就是个皇帝对皇帝讲啊，这地行李，这是诶未当割让的哈、哦，领土固有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现在拢总是咧形容领土了哈，诶、哦欸、，colony 才可被割让 ，territory 未当割让哈、哦、啊，所以。固有领土啦，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是不是？啊，一八九五年，那个下关条约，迄阵台湾是啥？是 colony 哦，是迄个中国的殖民地哦，也毋是中国的领土。迄若是中国的领土，迄、那个条约内底写的都拢袂使，反正领土都袂使割让人啊。
啊，迄阵台湾也阁是迄个 colony 殖民地，所以会当。那阵就美西战争，西班牙败，啊，将波多黎各、丘巴、关岛、Guam、菲律宾等西班牙的殖民地割让给美国，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哦，赶快殖民地开始割让了哈。哦，这个有看到了哈，台湾古早是干安尼啊，啊后边只嘞，后边只清朝管无着啊，这条是高砂石占的啊，啊还日本来占来台湾了了，吼、哦，了几十吨的呢，了几十吨的安那，怕啊，伊都讲啊这是我的土地啊，啊你要来占，啊事实才是因的土地，迄阵不是清朝的嘛，迄、那个后边迄、那个后山遐拢高砂族的啊。伊了偌济时间呢？1895哦，了二十冬呢，佮征服规台湾，整个征服掉吼、哦，日本来拍迄、那个，就对宜兰遐一直拍华人的台东，甚物啥一直拍佮了二十冬呢？哦，啊，甚物塞克特巴莱啦，甚物啥啦，迄拢就是咧做这二十冬中间啊，因安那日本安那去拍啦，吼、哦，啊来，这个。1937吼到1945吼，实施繁民化。来，我阁先甲各位讲者，北海道原来也是迄个爱奴族的哦。啊，日本伊甲占，变作日本的殖民地哦。北海道是日本的殖民地，唔是领土呢。啊，但是伊日本厉害，伊照国际法来甲繁民化，哦。甲互伊塑形啦，啊用册互读啦，啊啥物啥，啊到尾了拢总了，他开始宪法实施于北海道，宪法实施于北海道了，表示北海道是日本的领土。哎、欸，北海道有哪是安尼过来的呢？哦，啊又来用这部伫台湾，1937年到1945，甲你互你改姓啦，啥物读日本册啦，啥物啥，到1945。宪法有哪实施于台湾？啊，台湾有派参议员三个、众议员五个去日本咧开会。迄宪法明治宪法实施伫台湾啦。台湾是美国的，日本的领土。哦，就拿纯辽东半岛安是完全的领土，会再挂未？会上挂未？讲起到底都袂当挂啦。日本虽然放弃主权权利，可是还是他的啦。照国际法啦，哈、哦，还是他的啦。哎，哦，纪委才下诏书，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啊，所以，较早台湾人去做兵叫做啥？军夫啦。迄阵都毋是国，嘿，即摆1945年纪委才变做日本的啥？迄阵较屌的叫做啥？皇军啦。哦，台湾的皇军啊，含军夫安尼分的啦。迄阵就是变日本国了嘛，啊调去做兵就是做皇军呐、啊，哦，你看这若较有会知影，较早是叫做军夫，迄是啥殖民地啊，啊殖民地的时代调来做兵是做军夫尔啦，哦，唔是做兵哦，无法度做兵哦，哦殖民地也袂当做兵的哦，那阵咱即摆即个伊叫咱去做兵，要别日爱陪咱呢，咱。哦，恁毋知去做几冬，做两冬，有诶三冬。啊，阮做军医做一冬尔，别日啊，这拢爱赔呢。是安怎个叫我去做兵？阮这领导都毋是你咧，你是安怎叫阮做兵？这拢违法国际法。别日啊吼，我做一冬都爱赔我一冬诶钱啊。哦，啊，你若做两冬爱赔两冬啊。这以后真正的，这国民党要赔诶所在还阁足侪咧。伊这违反国际法啦，袂使调兵人啊。啊，所以即摆美国一个压力诶吼，即摆讲啥，无要调啊。啊、哦，迄就是美国伫后壁一直咧试咧，讲啊，你看伊讲调这边啊，叫啥？啊，什么叫做流亡组织？流亡组织哦，恐怖组织，什么叫做恐怖组织？不是国家啊，有军队，有征兵。伊啊，就讲啊，你台湾就是恐怖组织咧。伊讲好，我唔是，因为我迄、那个我无要征兵啦，我唔是啦。哦，啊，我军队，迄、那个 logo 拢擦掉有无？哦，迄、那个 logo。弄着啊，什么什么军法啦，啊改掉去啦，无啦，就变做你们啥？我唔是啦，我无军队啦，我唔是恐怖组织啊，伊就咧选世家啦。哦，是安那较免做兵，这拢有关系啊。无伊做兵遐尼抽来做兵，也免啥？
对了啊，伊开敢讲嘞？伊开敢讲嘞？伊讲伊对伊不利啊！哦，这是安尼来的啦，开去 logo 啊咧促销啊，什么组织法、国防部组织法咧促销，单位什么组织法咧促销，迄拢安尼啊，即卖伊伫讲哇，我 Chinese Taipei 唔是恐怖组织哦，伊伫咧向世界宣明我唔是啦哦。这恁读高级班爱小可知影者 ，Portsmouth， 这是什么条约？恁敢知影？啊，对，日俄战争吼，我简单讲日俄战争一下吼，日俄战争吼，就是伫渤海湾遐下，迄个日本吼，迄阵开始军舰一直世界迄个国际化吼，迄个拢新的舰队嘛吼，啊舰队。清朝一大久啊，就去了日本甲午战争一大久啊，就呀，啊，即摆跟苏联利益冲突，跟苏联抢啊，迄阵叫做罗西亚，露西亚，啊，罗西亚吼，就讲，你咧啥？呵，我对地上爱调迄个无敌舰队，吼，伊个以前的迄个苏联的无敌舰队，对地上爱调来，走几个月咧，走一两个月啦。走啊！飞花去，走啊！到日本底下等伊，迄暗到迄暗，噗，全灭，无敌舰队全灭，死啊！就一个就死啊！日本讲，一看日本个样，亚洲个样强哦，亚洲国家拢有看无现的人嘛，哦，尤其是 China、支那，啊，拢有看无现，哎呀，这个一大久啊，苏联哦，两个毒品啊，啥，一个都怕输啦，啊卡。啊，无人敢调停嘛，没有人敢调停这啊，啊，到尾想出来，美国的总统迄阵话叫做罗斯福，伊毋是即个二次大战即个罗斯福，是古早迄个罗斯福，有哪做总统的迄个较讲啊，恁来，我纽汉舍是新墨西哥是啥？嘿，新罕布什州纽汉舍，住伫波士顿顶面遐，恁来遮。我甲恁调停，看日俄战争的迄个条约，哎、啊，那个条约，我甲恁讲，你对签约的，就是叫做什么条约？伊是对，伫纽汉舍的 Portsmouth， 纽汉舍，新好，这个，你啊，所以这个叫做普兹茅斯 Portsmouth 条约，哦，你能怎样 ？Portsmouth， 哦，就是咧讲，迄、那个日俄战争啦，我是予恁一个知识，因为这個。牵涉到以后北方四岛的问题，哎，你唔知有听秘书长甲恁讲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进日本讨袂转来是啊？他是日本迄个普通政府哦，唔是日本的迄个明治哦，明治宪法内底日本政府靠官人去讨迄个北方四岛啦。进了日本政府新和平宪法内底，伊无权利通去讨北方四岛。啊，咱这是乡的，咱是日本天皇的迄个明治宪法的下骹的一个土地呢，所以爱靠咱呢，别日爱靠咱去讨，咱是日本，别日爱靠咱去讨呢，因为照国际法来底，咱有权利通去讨呀。啊，日本政府伊呐啊，所以伊即摆迄个首相一直咧恢复迄个嘿，就是一直咧加嘛，要恢复做明治宪法嘛。啊，你依靠有权利通去讨。北方四岛哈，我这是题外话，我来讲给您做参考。北方四岛都在靠咱台湾，啊是靠日本政府，伊即摆手上咧用的迄个什么足侪啦吼，伊迄什么条约什么，或者废除什么啥，我忽然间的，就是伊即摆通过啊嘛，因古早就是人拍来到恁家，拍来到恁家，你才会当拍，啊即摆迄个。哎，防卫所，迄个有一个名，迄，不是，集体自卫权对，集体自卫权哦，就是来到恁兜啦，要甲你拍，你袂使甲我反抗哦，伊就是袂使反抗哦，等我甲你拍落，甲你整落，你才会当起啊。啊，即摆迄个集体自卫权呐，去吼，我逼你拍，你嘛会当水，我拍日本就水，会当甲你整落啊。哎，安尼啦吼，所以真咧讲咧，日本有哪足可怜咧，人拢到恁兜要甲你拍啦。你的法律就是你袂当出手，啊，集体自卫就是你凌空来，我就会当个夹来咧，古早袂当咧，
哦，迄、那个吉利自动检查无通过，袂当的。哦，日本有人一直咧赶紧要恢复古早迄个民事宪法的迄、那个迄、那个。来，北方四岛哦，我要给各位了解一下，这个北方四岛就是这哈、哦、，A、B、C、D 四地岛。迄、那个较早的首相去甲苏联讨，讨讲，哎、欸，啊，这四地岛唔着嫌我，啊，苏联想想来讲。好啦，啊，无两地形，伊就奖分一半啦，哦。日本讲唔咯，啊，一半安那分的呢？来 ，A， 来我看，遮吼，四地岛是遮 ，A、B、A、A 是遮 ，A、A、B、C、D 安尼啦，哦，是的，伊 A、B 形伊，啊 ，C、D 伊家己苏联啦，就是啥 A。跟 B，A 是一百尔，啊 B是250，啊 C 这块嘞1500，啊 D 得3000，伊迄个两块细块讲，啊恁一人分一半，两块行李，啊两块伊买哦，苏联买行李哦，买迄两块比赛迄行李尔，苏联嘞有拿迄、那个，有拿迄、那个嘿吼，哦，好，各位知影者，因为简单提着北方四岛，因为北方四岛跟咱有。切身的关系吼，咱以后的代志，即卖无咧管这啦吼，啊，所以我用这个，互咱做一个啊，小可理解一下吼。啊，来，你讲开罗宣言，啊，我想拄啊只迄个业务，以后讲过开罗宣言，开罗宣言吼，迄阵讲琉球是中美共管哦，开罗宣言内底写中美共管琉球，结局旧金山和平条约跟我写，写讲美国管了啦，拢无照开罗宣言下来哦。开罗宣言不是国际法，伊是 declaration 宣言尔。所以到时琉球的迄、那个琉球的迄个管理权啥，迄阵明明写哦，中美共管哦，到尾嘛是美国管了，拢无中华民国无照开罗宣言。我用这個意思就是要甲各位讲，开罗宣言吼、哦，讲讲的尔。以后拢无照安尼咧实行，哦，因为即摆都干那样讲，开罗宣言是不是？是波斯坦宣言啊？恁等下我解释波斯坦宣言。迄、那个我想是即摆先讲啦，吼、哦。波斯坦宣言吼，恁唔免去读，我甲恁即间讲者，恁随了解。波斯坦宣言吼、哦，就是事实上就是啥？对日劝降书，哦，你也记得。波茨坦宣言，捌听到？波茨坦宣言就是对日劝降书。什么叫做对日劝降书？啊，你日本吼，即卖德国都啊投降啦。啊，你若紧投降哦，我兵啊拢无要甲你抬，啊拢放你转去，啊武器都啊拢互你倒去，啊迄、那个工厂啊拢行李先。劝降书吼，足侪要互日本利益啦。哦啊，所以要叫日本天皇系啊。啊，所以日本天皇即迄、那个到尾讲。到尾讲，我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天皇是安尼写呢？我接啊，讲什么？说接受波茨坦宣言。恁即摆若听完，其实你就知影，迄是劝降书啦。你若投降，啊，我就给你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啊，无要甲你杀人，啊，无要甲你创啥？无要创啥？哦，啊，所以日本天皇到尾讲，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哦，到尾是安尼来哦。所以啊，但是歹运是啥？波茨坦宣言的第八条吼，写讲第八条写讲尊重开罗会议，啊，开罗会议就是台湾的哦，和中国嘛，哦，尊重开罗宣言第八条有写到迄啦，但是迄种宣言尔嘛，迄种宣言尔嘛。来，我来，啊，搁一个，这有哪爱和各位知影一下，开罗宣言啊，含。德黑兰会议是甚物关系啦？哦，大家，我即摆用简单的话讲个，大家会了解。开罗会议吼，就是中国、美国含英国三个国家伫开罗，埃及的首都叫做开罗，底下开个会叫做开罗会议。啊，这个要叫迄个斯大林来，斯大林讲啊，那迄个蒋介石底下我无爱参加，事实是安尼啦。哦，啊，所以。斯大林无参加开罗会议了，迄、那个到李贵哈，十一月、十二月、
在位李清开罗宣言，在位李清过日蒋介石回去看苏联来，那个会叫做德黑兰会议，哦，伊朗首都德黑兰底下开的叫做那个会议，啊，那个内容呢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啦，就是照开罗宣言搬来那个德黑兰会议啦。啊，唯一吼，那即卖 confuse， 互咱未了解的就是，开罗宣言是当时，来，开罗宣言当时，对，11月27，明明安尼写哦，可是呢，英国咧写开罗宣言当时呢，12月7，因为啥？因为德黑兰会议内容一样嘛。啊，因是这个德黑兰会议的结果是12月7发布的，所以你啊看英国的足个条迄个文件吼，拢写照12月1号的那个开罗宣言呢，哦，所以我介绍予恁知影讲，是安那个日期的，唔对，哦，而且安知影吼，两个会议的内容一模一样，哦，啊，一个是斯大林参加，一个是蒋介石参加，安尼知影吼，哦。来，二次大战末期的大事，开罗宣言11月27哦，11月27，会议是22到26。啊，来，德黑兰是12月7日，是伊过日了，12月27，开卡到11月27，开卡到12月7日。啊，所以七发表，所以德黑兰会议，英国咧写开罗会议是写12月7日啦。哦，你唔能 confuse， 唔能叫乱记。是这个原因，所以英国讲开罗会议是12月7日，这个原因在这吼，就是德黑兰会议。啊，开罗是伫对埃及的首都，啊，迄个德黑兰嘞，伊朗的首都，伫对开的啊，就是叫做迄个会啦吼。啊，来4月7日是 Imperial Rescript， 日本皇帝天皇下诏书，台湾19454月7日是咱台湾日本天皇下诏书的日。哦，下诏书并说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哦，这重要紧的日，哈，哎，啊，来，我所讲的6月6日是什么？第一类是迄个诺曼底克大登陆嘛，哈，1945年6月6日，1944年是当前，啊，来到当时德国投降，到过冬的5月伊就投降了，吼，伊无甲一冬。诺曼底克登陆了6月6日，1944，啊，到1945的8月5月7日，德国就投降。啊，投降了，他开始开迄个波茨坦，哦，就是对日劝降书。他开始讲啊，德国就投降啦，啊，你即卖吼，我即卖对你好，条件好啊，啥物啊，希望你日本接受这个迄、那个波茨坦宣言，安尼啊，吼，迄来龙去脉是安尼啊。哦，这。啊，我有安尼讲过就好啊。来，8月7日吼，8月7日，迄个希罗西嘛，第一粒吼，啊，8月7日，伫那个萨基，伫那个萨基，迄个第二粒，啊，美国也干那只两粒咧，啊，日本叫惊死啦，啊，是讲啊，这两个弄咧，都能当惊落去，事实。没有啦，伊没有原子弹啦，啊，就干那惊着死啊！这一死拢几十万人啊！日本天皇啦，惊着讲，好好好，我接受，我接受迄、那个，啊，这苏联啦，跟日本，迄阵跟德国咧战争时阵来跟日本讲，咱两个来订迄个互不侵犯条约，啊，订5年，哦，互不侵犯条约，啊，一个德国了，伊先挖过来，时间也未到，互不侵犯条约也未到，还佫还剩冬瓜咧，伊就甲日本。东北结的啦，啊，是啊，东北遐紧紧要结落去。东北的两师皇军，足勇的皇军，调去底，遮较有诶。迄阵皇军调去底，调转来台湾啦，惊美国来。迄阵美国讲要登陆台湾嘛，所以东北的迄个皇军两师调转来遮，毋甲东北放空赢，毋甲苏联军一个拍咧，阮手一个手叫。苏联哦，无日本皇军伫啊，苏联有在调哦，无在调啦。啊，迄阵调转来台湾，想讲要跟美国扯平一下，结果美国无来，拍对奥克纳瓦去啊。
哦，迄历史的严格是安尼啦。啊，所以伊啊，迄阵红军足侪啊，拢北南部省，阮台南遐嘛足侪红军啊，哎、欸，皇军足侪啦，拢要跟美国扯平一个啊。来，你看一下，八月七十，透过瑞典及瑞士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照会，啊呐，照会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啊，恁听有这意思无？我拄仔只甲咱讲，波茨坦公告就是劝降书，爱、啊、就是伊接受迄个波茨坦公告，就是表示他要投降了，哦，啊，无条件投降了，他接受波茨坦公告，哦，是安那开始要接受讲？你若知影迄是劝降书的时阵，你就会知影讲啊，这个就是日本天皇要投降了吼、哦。啊，到八月十五，伊八月七十就讲吼，我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吼、哦。啊，到八月十五才正式迄个发表吼、哦。啊，九月七二，伫迄个啊马卡萨，我想遮别人拢会讲着了吼，这个第一号命令第一条吼。哦第一条讲，中国吼蒋介石是安那，台湾啊含北越啊含中国三个所在了，中国、台湾、北越是三个，让蒋介石来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啊，剩的满洲含北韩和苏联，哦，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不是土地要给，是去接受日本军的，来台湾是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的。唔是台湾这块土地要好伊啦，啊伊来讲，哦，我光复啦，我光复，光复节用十月二五，咱以后啊十月二五定做愚人节，哦，佮变过来，伊即摆佮咱用四月七日本天皇发布迄个讲号做愚人节啦，咱即摆佮改做十月二五是愚人节，哦，以后来改啊，哎，啊四月七较正式，哦，迄唔是愚人节，中国政府就调岗的啦。台湾用你台湾变作日本的正式的领土，迄阵你家己用作讲啊，迄愚人节讲话无准绳安尼啦，迄阵甲你讲安尼啦，吼，哎、欸，哦，啊，剩的吼，向什么人投降，啥拢照份的呢？无偌久就拢大家各自独立啦，干那去互蒋介石占的六十几栋，啊，咱在足台湾人足可怜啦，足歹命，好，来，唔要紧，我即个，哦。欸，这应该有人讲过了哈。这个到一九过当年一月七日哈，刑事院一纸公文，决三是一二九七号，训令公查台湾人员系我国国民，已受其敌人侵略啊，所以对于一日变作中国人了，这张公文就给你变。啊，要变国籍啊，叫国籍哦，这张啦，这张一二九七号这张公文哦，写讲啊，恁所有的台湾人拢变作中国人安尼啦，哈。啊，当时英国出来抗议。美国嘛抗议，拢有抗议啊！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哦。敢有一张公文就叫咱啊，咱的老爸、咱的阿公，伊哪拢无同意啊？一张公文就叫你讲，你拢变中国人啊！英国出来抗议啊！来，我是这张伫只好各位看者吼，迄、那个下关条约吼，第五款本条约互换后两年内。都爱讲个自愿了，两哦，甲午战争之后，下关条约了，嘛都两当，互你看你要做日本人无？你若未交关做日本人，你会当等于中共了。都爱有迄、那个要改变国籍要自愿嘛？哦啊，你未交关，我搁等于中共啊，有偌侪有千几个等于，其实无半当折等来，去中国都未当生活，遐去遐拢搁折等来，乖乖做日本人。哦，迄个医院的，要变更国籍啊，医院的哈。啊，这种公文是迄个三月八月，英国外交部分别驻在中华民国哈。迄、哦那个来，你看一下，按台湾岛是移转中国事，英国政府以为仍应按照1943年下江西12月1号的开鲁宣言哦。这英国下伊嘛是写开鲁宣言是十二月七日的啊。开鲁宣言，在一个车同盟国的宣言，不能自身将台湾主权由日本移转中国，应后于日本订立和平条约或其他正式外交手续而后，因此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愿意恢复中国国籍，
英国就按抗议了哈，啊，美国啊抗议两摆呢，三月一摆，八月一摆，啊，个迄个英国也是安尼，啊，英国有美国也是安尼，啊，美国有写吼，国民政府打工，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啊，暂时个六十九，啊，可怜的台湾人哈。迄、那个我简单用一分钟讲下吼，当时因来占的时吼，这个应该占领爱有一个军政府，啊一个民政府对吧？军政府一定，军政府是占领的人，就是这个警备总部啊。啊，迄、那个民政府咧，应该是台湾人来组成的民政府，伊无啊，伊违反国际法，用啥？用单一，用因占领者来。被占领的台湾人所组成，台湾民政府哈 ，TCC 认为台湾民政府认为被占领的台湾人所组成，不认为占领的中国人，啊，因用占领者应该都让咱台湾人来组织民政府，啊，因警备总部加军队的哦，军政府啊，民政府，因这个民政府伊嘛用因呢，拢违反国际法，哦，咱即马讲起来知影讲，好、哦、啊，要求用违反国际法啦，哈、哦。我遮拢无要讲，我搁讲，因为时间到了，我搁讲一项代志得。啊，这嘛，实在讲啊吼，实在签约的是生效的是46个国家了，拢总是52国开会啦吼，啊三个国家无签约啦，苏联、波兰、捷克，只剩49，啊49搁送转去，有三个国家因国会无同意，啊所以事实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46，搁加日本47，安尼尔啦吼，唔是48啦。事实上是安尼尔啦吼。你照这一查开文献是啊，印尼、哥伦比亚、卢森堡三个国家的国会无哦，这把紧这。来，我拄仔只一直咧甲各位讲个第二条 B 是写讲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一切权利民意要求，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辖权，相对的能系负有主权权利。哦，啊、来，我复习一下。日本就是那个兵在讲27条，全部多角共的，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所以这个土地还是谁的？刚刚讲还是日本天皇的哦，这就明显了啊、哦。所以台湾的主权能属于日本天皇，是、哦、吧？这我拢唔讲啊，这咱拢知影了哈。啊，来李斌。啊，您多少几个？2B 啊，23条啊，搁一个4B，是咧讲到迄个 USMG， 就是咧讲到 USMG， 吼、哦，三条尔哈。啊，华理这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啦吼、哦，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我吼大家迄个大家拢有讲过啦吼、哦，这个好来啊，要求哦，这。台湾世界，全世界独创的哈，全世界独创的，就是现在讲好算久，好钱的啦。伊被选举人一票30块，伊来得过来票一票30块，伊的政党50块摕4张啦吼。来，遮啊个来，你看，这个迄阵咱秘书长有预言讲，蔡英文输80万票，啊有影咧，过。佮我臭都敢叫要着，毋是要着，迄美国甲讲个啦，美国个 CIA 个遐人台湾足济个，几啊千个呢，上少要有1500个以上个 CIA 个人，因去探听行情，探听来讲，人国民党有两波出来，有那是伊个，有那是伊个呀，我80万票。后来咱来用遮吼，用遮钱啦，一票人30块，马英九摕2亿外啦，啊蔡英文嘞。一个8000几万呐、啊，哦，蔡英文摕一个8000几万呢，即个银行午餐都无钱，伊敢摕出来，伊得家己摕去落地下烧。来，讲一下，民进党也是中华民国民进党，恁听有这句话无？伊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哦，啊，国民党是中国国民党哦，拢相像啦，唔是咱台湾的党啦，迄拢中华民国的啦。来，这个，那迄、那个我前咧讲的，我好进入到最后。对啊，这张图是啥意思？你有看到这张图无？什么嘞？迄、那个、迄、那个第33任总统连任马英九，
啊，含迄个吴敦义，即、這个吴敦义在马英九，伊总统府，啊挂这个什么旗啊？什么意思啦？哈哈呀！马英九国际法有哪足了解了？他也想成立民政府，因为你伊拉克民政府啊几百个，啊美国甲指定讲对，伊若看讲啊别日来指定我，他有这个意愿的，讲别日来指定我做民政府，啊我马英九就搁再，啊来，什么人去过美国的？林志升先生含咱家所有的东西去过的，别日来指定。一定指定林志升，所以您对这组的无唔对啦，哦，对这组无唔对，未去招奸去啦哈，所以对这组无对，我下骹还阁有足侪啦，时间无够啦吼，把你咱有机会伫迄、那个，伫阁再来点招的身上，先下骹阁开各位聊啦吼，聊一寡较知识的吼。好，今天谢谢大家啊，谢谢，下课，啊去楼卡食饭哈，下课。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啊楼卡会当用。